今天哦，我们未来的哦，贵府会哦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哦，在河口哦。今天哦，就在这里哦，直接诉求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这里是大观事件自救会哦，我们协同的居民哦，一起来到贵府会哦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贵府会？哦，我要跟各位哦，贵府会现在在外面的长官哦，还有警卫长哦，我们今天是来找主委哦李湘仲以及副主委刘文忠的哦。大观事情，大观社区的事情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对府会并列的终止协商，对府会根本不顾这些居民的居住权，根本不顾我们这些大观社区过去的历史脉络，就进行了压下5、6月的偿债期限。我看到从4月10号开始，以及4月20号连续两波强制拆除作业哦，虽然是拆一点教的部分，但我们看到对府会以及板桥农家是怎么不顾社区的安全，是怎么不顾哦社区的结构哦，好、哦，然后直接进行强拆，导致我们邻房好、哦，导致我们邻房的共地结构，导致我们邻房的水电问题哦遭到破坏，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更严重的是大观社区的事情。绝不是像李文忠副主委这样讲的哦，我看到前几天的协调会哦，前几天的人权咨询委员会所办理的会议哦，李文忠讲什么？李文忠说，居住权虽然是人权哦，但是财产权，哦，还是您他可以哦，还是可以依着财产权来进行。我们所谓的强拆扩建哦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哦，除非是李文忠副主委或是李祥仲主委哦，愿意哦出来面对哦大观社区的问题哦，愿意哦来解决大观社区。警察执法，请各位民众注意你自身的安全，不要阻挡我们警察，警察实施公务。注意安全！